因控股东会开办了有机型三家消费课程，希望大家当多多来熟悉到有机蔬菜，并减少使用化学肥料和地球资源会当应用来使用。农会所贩售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也拢爱经过农药残留检验，包装顶面拢有达到塑管的标准，来确保消费者吃了安心。当然，因控股农会为了要让一般消费者更有兴趣了解有机栽种的民众，是开办了有机生产甲消费课程，邀请有机相关专家来讲解台湾的有机农业，希望大家会当加食寡有机蔬菜，减少使用化肥料，和土壤未来酸化来保护地球。希望我们消费者多了解有机，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机的产品蔬果啊，外观好像没有像喷农药的啊那些产品好像没那么漂亮啊，有些时候，但是事实上它的内涵啊，它里面的一些抗氧化物，它里面好的成分是比较高，对我们啊吃的健康它是有帮忙。当然我们啊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对我们环境，对我们的生态，甚至提升到现在挽救地球的气候变迁啊，拯救地球，它都是非常有重要。永康区农会伫永兴农田超市所贩售的新鲜蔬菜甲水果，大部分拢是有机甲友善栽种的小农所贩售，并且阁要经过农业残留检验通过，才会当上架。甲每一项蔬菜水果包装顶面拢会打溯源标章，来确保消费者买到食了安心。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课程，让消费者更知道这个有机跟友善的农特产品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跟那个所有的一些身体的一些有益的元素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希望我们邻近的消费者之后呢，能够透过农会的有机农田的展售馆的这么优质的产品，多多来消费。永康区农会强调，开办有机生产甲消费课程，除了让消费者甲民众了解有机农业的栽种方式，如何吃到安全的食品甲蔬菜，更加让大家了解有机农业会当减少破坏土壤、气候变迁，让地球资源会当永续使用。记者萧正伟，永康区采访报道。